Minasan, konnichiwa.
两岸同属一种国家之前做，非常清楚哦。同属一种，这个是哪个中？这，唔对，一点，对，国民党在台哦，还讲我中国，全世界刚才就讲了，叫做中人民共和国哦，绝对没有中华民国哦。哎，你看一中原则，这个差距哪里？ 一早全世界只有这个中国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哦，这新闻媒体太对了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哦，哎，这边，这才当时哦，五二二十，五二二十做出个面哦，哎，这边有咧唱啊，有咧唱国歌呢，爱台湾你来看哦，出来门开始主头签那位，三民主义无党所中开始唱嘛，哦，咱来看伊讲啥哦。 还是什么哦？没有美国总统的贺电啊，这就是等于各位在台湾来知吼，美国人台湾所谓的总统就职吼，所谓的总统就职其实不是总统嘛吼，自己当时的局长，美国的总统一定要传贺电，告为叫遵守，因为这个都是美国的管的，你各国的总统贺电来拢无遵守，要美国总统的贺电，所以东非时。 美国有何？伊个特殊的贺电，就是讲表示你暂时代理我关台湾，代理占领权啊，还有把它权限给他。过来伊嘛有贺电，好卖，哦，表示这个代理的占领权转到哪一组这边，哦，但这边无出来了，到今仔个无，表示啥？表示伊呐。 请这个，你是请这个总经理扣一千万的市民的，伊这个无签签，所以这个代理占领权啊，暂时代理占领，应该由你卖去啊。如果卖去，伊派遣所两百几条啊，来哦，坐在办公室继续办公，要去香港，要去香港，要到自由自在，对不？所以呢，表示美军、美国人可能随时啊，随时会自己亲自占领。 咱来看，来这部的再吼，这边专门伊讲啦，他就是等于讲两条全程做，伊讲我要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法，对不？各位，中华民国宪法内底百分之百无台湾甲澎湖，哎，很清楚吼。第二条讲啥？要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一条就是国家统一，看无？足清楚，这条咧讲吼。 其实人家，哎，啊，讲话不一样，可是那个主张做法跟蛮有一样哦，免紧张。所以伊一直强调要维持状，维持现状哦，就是这样子哦，今天做哦。所以也就主张，卖路其实同款哦，讲话不一样而已哦。好，那来讲这个护照代志哦，因台湾来讲，伊即摆媒体拢乌白报，你来看，等哦，因为是咱。 台湾就是一定爱学会晓看看新闻啦，伊即摆若摆来拢讲台湾，啊若好个才讲中华民国，啊咱家己个家己好啊。那台湾护照，林静怡啊，林静怡就是伊个民进党个副理部主任哦，因为今日我要参加旁听时，袂当入去吼。台湾有护照吗？无吧，但是中华民国护照啦吼，所以咱爱也袂来个媒体评论吼。 伊咧民进党个副理部主任哦，伊咧入去纽约办啦，伊咧个国吼，袂当入去，变台台湾，因为他拿中华民国护照吼，伊不那无承认。过来，阁一个网友你看，拿中华民国护照不能进去联合国，哦，一般民众哦，袂当入去。过来苹果，你看讲真个假，专工摕即本护照，去联合国个试看卖，就是变台台湾个吼，不能进去，即新闻拢报报真大吼。 最近啊，这个进入国家足闹热的吼，他都杀伤人啊。过来，过两个月，我要去旅游，搞个运动。一天，国人啊是哪一国？嘿嘿，对吧？这个国家给你的，哦，你要来开游一下哦，但是不能进去。但是我要保证哦，一天你能够不承认中华民国护照没关系，伊讲哦，可以拿台湾政府所核发的。
证件、身份证拢交到，足可以进去。甲讲啊真清楚。结果咧，这个叫蔡玉莹哦，这个、蔡玉莹小姐哦，伊去年八月份，九月份、九月十、十五月份哦，伊讲奇怪，我八年前都会当领的，他八年前进去，同样的状况的五分八年前可以进去，为什么现在不行了？因为等级拢较高嘛，来看，就是这个七年前美国国政府你看过，奋斗的人赢，是不是呢？这是超过八年前会当领的，是不是？迄阵应该是在2008年进去的吧？现在不能，以后都不能进去了吼，真清楚。不止护照袂用的吼，包括这车牌。七年前啊，美国国政府你判过了后，咱这车牌敏感的车牌拍拍走，有写台湾省的。台北市的、高雄市的，迄种袂使去发啦，袂使去发，啊袂使去发变怎？即摆旧的外口看啊，迄较早发的，袂使发到即种多，反正无看啊。没有中华民国拿来台湾省，是不是安尼？中华民国福建省，中华民国台湾省，真清楚吼。哦，啊这是暂时的尔，就骗台湾人。后尾因为伊一头先后壁变，所以即种重复啦，有过来。这三年呐，新领牌还是买新车，你看这个车牌较长有无？比较长，也注意看有无？那车子拢有，这三种车牌拢有。较长为什么会较长？因为有变成三年的绿。啊，为什么要用三年的绿的？因为伊的数量要做真多，吼，安尼才会重复。这做几条你知无？8000万吨，就交五万张个差不多，8000万张。台湾2300万人，扣了大人甲囡仔有在些。8000万吨，要发到美国几年？真容易的吼。下底有三个门票看无？这三个门票代表金门、马祖、福建省。你平常有够多啊？用得去啊？吼、哦。外口呢是梅花，但是内底是一粒星。啊，叫我有星是个星星，出去看。所以外国比较亲啊，真清楚吼。因为。你来看，豆田甲正田这两个花花哦，是浅蓝色的，蓝色的，蓝色代表都是党，国民党，那边金党就青色的，那共产党就红色的，红军、绿军、红蓝军都无，真正就是国民党、中华民国、国民党因所管的土地，纯金门甲马祖的，金门马祖才是因中国土地。中华民国的县里面就是有金门跟马祖啊，就找不到台湾跟澎湖哦。不计车牌，不计护照，再来看，这头七年前，国防部竟然下令涂掉战机的国徽啊，所谓的国徽那是国徽哦，那叫党徽哦，这样无一样，正确，哦，非常清楚，迄阵电视嘛，讲啊，不过非常清楚哦，如果没有撤掉的话，就跟恐怖组织一样。兵家山寨啊吼，兵家山寨是恐怖组织，他是一个国家，但是有武器，啊有在征兵，所以中华民国要讲吼，兵家这物件除掉吼，代表不是伊尔，所以他不是恐怖组织哦，哦，听清楚了，这拢无疑问，都清楚吼。过来，2012年5月14日，这个中日韩啊，高峰会议啊，宣布第二代啊，就是咧间隔主导吼。就是日本人领导，中国、温家宝、日本首相野田吼，甲韩国前总统李元博，正式对待日本人吼。过来，这个感谢状呢？感谢状呢？什么感谢状？就是讲吼，你要看因中华民国的渔民吼，惠安县的渔民吼，有300多人哦，坐一台船，啊，叫风台吹派，可能渔民派来风台吹。所以吹吹到，吹到钓鱼台间隔主岛的边啊，啊变船去哦，日本的渔民才救起来。所以中国的政府吼、哦，发一个感谢信，日本人阿弥陀佛，安尼表示伊来什么人的，足清楚吼。南沙就是讲太平岛遐南沙群岛吼，过去他们就是边内就起进去了吼，过去就是黄酒馆的，哦。啊，即马会排了，即马嘛同款啦，变变是高雄湾吼，高雄市的旗津吼，旗津。
破过这五条的头一条，讲本土台湾是无国籍的，各位，全世界有七十亿人口的，每一个人拢有国籍的，为什么台湾拢破过是无国籍的？好、哦，但是国籍化、国籍变更吼，拢会使，每一个人拢自由的，要做多一国的人拢会使，只要爱符合各国的法令吼。但是要变国籍，必须要符合三个条件吼，意愿、主观条款啦。就是家己有想法，要做美国人，要做德国人，拢会使。你想法，家己过来爱自愿去办好办你的证件。譬如我想要做美国人，好，一定要先想办法摕到美国的绿卡。那当摕到绿卡了后，爱符合美国的法令。美国的规定就是讲，你若摕到绿卡了后，开始算哦，五年内吼，你个人爱伫遐住两年半以上，嘿。三天、五天、五个月、一个月加加来，这五年内底，若有超过两年半，啊，就会当做美国人啦。这是合法嘛吼？毕业资格合法，国籍话，咱来看吼。当时是1945年，日本战败时阵吼，伫台湾有600万人口，600多万的台湾人吼，迄阵都是国的，就是日本国籍的。我也是大人，咱的都拢是。日本国籍啊，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吼，日本国籍，伊四之间个改变成中国籍，对无？伊用这啥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这名义吼，发一个文吼，讲台湾人原本就是中国人，我袂讲吼，台湾本来是日本国家的人，台湾自头至尾参中国拢无关系，哎，所以伊用这个来变，啊，每一个人拢去领国民身份证。一夕之间，集体规划变成中国籍，这个部分就严重违反国籍法。哎，咱即摆就无这个讲，过瘾啊吼！当然是李祖先的建说了吼，是麦克阿瑟将军吼，委托蒋介石，委托老蒋的蒋徐来管台湾的呀。所以被委托的代理占领前，占领军政府啊，叫做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建造的呀。叫民众部啦，伊伫1998年改成海巡署啊，哦，即摆改海巡署啊。那过来咧，军政府当然袂当直接管建白人民，必须要帮当地人民哦成立一个人民政府。他的人民政府呢叫做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就是即个样子，叫做台湾县政府啦。啊，伊用这条来变哦，这批就是台湾民政府。那即个伊伫1947年2月28日大屠杀。228大屠杀，大屠杀了呢，以前改了个台湾县政府，改名，啊，台湾县政府就是台湾民政府，伊拢总叫名台湾三无个，但是台湾县政府是毋是去互你英美甲冻死啊？迄阵要甲废掉了，美国人袂使，美国人讲爱遵照国际法律来讲，这是台湾人人民的政府要来废掉，所以到尾是毋是冻死？冻死到怎啊19年呢？逐年都开两年嘞，啊，毋是干遮尔，搁有蒙藏委员会无？搁有福建省政府伫新店嘞，即摆一年变一亿嘞，啊，蒙藏委员会一年变偌济毋知？即边的迄个时代那个微博一直要甲蒙藏委员会促销条，蒙古、西藏、台湾也着要逐年变钱去甲讲，奇怪，啊，台湾人，但到底台湾是国也是？作恶的心肝就好，甚至倒一个人拢会使去搞，嘿，开始去搞安尼吼，被骗的人吼，哎，所以这美国国土政府的 USMG 吼，伊即边我讲的，为什么无核电脑出来了？表示他要亲自占领，随时啊，即摆看亚洲局势吼，看世界局势吼，所以 TCC 台湾政府长官就是 USMG 吼，直属国防部。够，他们这边的这 AIT 也该过来中华民国，他即将要结束代理了吼，即将结束代理战争了吼。这同款，这样话咧政府，伊甲头改国籍了后，迄阵英国、美国的大使馆拢有抗议，抗议讲，你哪会使甲日本一个人台湾变成中国籍？迄阵有抗议啊，抗议吼，所以这样话咧政府。要行法律，就是要看政府吼。咱来看政府足多吼，偷改国籍迄年的
一个月，这个身份所在法院，哦，因所谓的中华民国法院，是台湾的法院，伊要判这个吼惩治汉奸条例的，要抓汉奸，啊，要判这当作是做本土台湾人，就是日本国籍的吼，日本国家台湾人，就是日本国籍的人，叫抓判汉奸的，判这抓关抓的，惩治的，但是这个法官讲啥？伊讲啊，为台湾人民以台湾挂物权。以取得日本国籍者，其为敌国人之地位，应受国际法处置款的，这法官真清楚啊！哎，公务前以取得日本国籍者，本来到底这个土地人就是日本国籍的啊。啊，那台湾有公务前没有嘛？所以这法官跟你讲的前后矛盾哦。伊讲，如果那公务，什么叫做公务？如果是官府的话，就是自己的土地被别人占尽，又把它抢回来，那叫官府，对不？那台湾绝对不是中国的，所以伊讲哦，其为敌国人民之地位，那是官府，就是家己的土地，那是家己的土地，就不是敌国人民，而是敌国人民跟官府是自我矛盾，就清楚，哦。大家讲这个是比见面。是正牌比正面的土地吼，哎，这个什么意思？看无？这个就是台湾每年出生人口甲死亡人口拢有登记。来，咱来看为什么这十年内底拢抗白？这十年为什么抗白？对当时来讲，1947年是二二八大屠杀，同一年嘛，二八大屠杀以后才抗白，伊唔敢登记，死人唔敢，在我台湾待了了，一直到。1957年吼，你讲46年、47年、58年才开始有登记吼。这段时间才死亡吼，126,000人啊。所以你讲开始偌济，真多，到底偌济唔知吼。大概安尼估计起来吼，有这户口无这人的吼，126,000人。当然啊，要扣掉李祖先的足侪台湾兵吼，去做日本兵战死的。即摆建立日本的建国神社有39,100个。就是126,000个扣掉30,000外，39,100个，所以按算是偌济，80,000人啊！二八被杀了8万的精英吼，这种政府吼，这个是政府。过去我下这个文，然后大清迄阵这文件吼，台湾府啊，自古早以来吼，不通中国啊，属于日本。这种政府，这种这物件过来。这个是个用，这台湾是个一个个吼。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外交部这护照，叫做护照吼，护照。因为国民要去出国爱摕护照嘛，要去到一个前往日本国台湾台北州七星郡七星郡，台湾的国家是日本国嘛，因中国人要出国去日本国家吼，安尼护照嘛。这是你证明，太多证明哦。但是这种物件，咱国民党砍掉的，我大人知哦。啊，唔加在即马网络无国界啊，吼，网络拢无国，全世界拢会知影物件的代志。但是即马目前中国的人哦，中国的人嘛看袂到全世界代志哦。因为网络去互因的政府封锁。但是不管安怎封锁，因的人哦，会。我听说在翻墙哦，伊用围墙个框个个围起，我袂知影全世界代志。但是伊个八十遍，在翻墙再翻墙，看咧围几多，到尾中国人嘛看下全世界。但是台湾的网络无被封锁啊，但是台湾人头脑袂简单啊，不会想要去知道。中国是被封锁，他一直想要知道。啊，台湾是没有封锁，可是不想知道。因为足侪，包括日本大前年，伊讲台湾人民已经进入一个叫做低智商的社会。台湾大家袂认得，就看啦，看百年大，看真欢喜，笑的笑，叫叫的叫叫的衰呀，同款，今年刚同款，继续做同款的奴才的工作，上班对无，交税金，洗牙齿，就是安尼尔。他不会管那么多，相信你若咱来去甲足侪台湾人民讲，伊会讲，啊，阮即摆生活过了好好就好，像恁政治阮拢歹插，有无？真侪人安尼吼。
这个部分呢，咱来讲台湾吼，台湾其实过了万年以前，几万年以前就有这个土地有原住民住伫遮，有这个土地住伫遮。啊，咱来看吼，之前有一个1683迄阵吼，迄阵的地图是安尼吼，为什么甲画安尼？因为你来看吼，荷兰人是不是来南台湾？荷兰人啊，在南台湾啊，管一部分的呢，38年。管38年，荷兰你来对面呢啊，西班牙都入来，伫北部10年，哦，那荷兰人38年啊，够先人管到郑成功对无？郑成功对台南啊，陆尔文入来吼，赶走荷兰人，郑成功直接台南这安尼啊，管22年啊，22年，所以你来看吼，过来成功英孙呢，够先人管到清朝嘛吼，西洋啊。施琅、殷勤兵挂了第十个英孙叫郑克爽吼，过来换一条一只西番布，安尼管212年，212年，所以有水看无？这個、东半部啊，高山族啊，拢唔捌去管袂了哦，唔捌讲过，唔捌讲同话，所以即摆唔知清河号咧升翻、升翻啦。啊，这西番布的北部族的吼，有14族啦，被同化。八清朝的人吼，去学着清朝伊个语言，有着台语啊，有着许广东话啦吼，类似许客家话。哦，啊然后八四姓，你姓林，你姓陈，你看规阵拢姓林的，规阵拢姓陈的，规阵拢共姓的无？迄是安尼来，叫做四姓啦。原住民不管高山族好，平埔族好，绝对无汉姓，哪来的汉姓？原住民都不能独个姓。被书写的时候，当然是形容给蛮够便宜。为什么咱来画就对不拢些说法？哎，画完下骹一个乌乌的被画掉吼，所以咱来后代吼，就这被书写吼。啊，第时讲当然是来台湾种啊，伊不是来经营台湾的，要反攻大陆呢？伊是要反政府的，迄阵伊要反对清朝啊，伊是清朝的人啊。第时讲伊老爸叫郑芝龙，害惨了。海盗，哎，足出名，真像海盗吼，过、哦、来，这个是，好几条问这高山族的，啊，高山族哪有汉姓？目前高山族你来问吼，足侪咱这边高山族的吼，亲兄弟哦，无共姓，唔是抽土土水的，是家己叫的，自己选的姓，国民党来了，家己叫姓，兄弟啊，未叫就姓，未叫姓啊，啊，所以。注记，即种族注记有咧生，啊，才写发迁发，但是国民党来了，把这给毁掉。这毁掉，按老这边要甲伊骗哦。但我这有啥是好个？就是当然是我祖先第五代、第四代去学着清朝语言，去学着因个河洛话，哦，开始也讲河洛话。结果咧，清朝是才甲我祖先处理，讲无咧姓字，我祖先无叫无好个姓，所以我怎啊姓？这个吼。啊，有人走中国对祖先嘞，对传统嘞，讲好有无？25代、30代都还去对着嘞，那关掉迄是亲生的啊，是被视线而已啊。哦，啊，为什么下底这些说法，你甲伊划掉？国民党无爱让人知嘛？啊，听人闹质疑啊，要甲伊即话讲好落去，骗讲你看，哎、这好一条，我古代好一条，我贴出来了注记。福就是福建，你祖先对福建来的，用这个骗，唔对了，这是语言的注记而已吼。过来，叫啥是广的？广的是代表啥？目前咱咧讲的有咧讲客家话这挂人，哦，还是广东的语言嘛，所以才甲我写说法。所以我安尼了解起来吼，所有的讲客家话这挂人吼，大部分的人都很深信他祖先从广东来的。伊个唱歌，所读个历史，唐山歌台湾，吼、哦，即个是啥说法啊？说法就是在地原住民嘛，平埔族对啦。啊，老这里讲哦，老这里讲，即个骗我讲客家话，讲恁祖先对广东来嘛，听清楚，就是骗吼、哦。过来，佮有啥是内容啊？内啥意思？浙江八里哦，叫八田雨衣，哦，八田雨衣嘞，就是当作是。一二十四岁就来台湾啊，
咱有一条咧桃园大圳，哦，迄条桃嘛足侪拢无水好接触，做起来来过水嘛吼。伊做咧桃园大圳，哦，变桃园遮个产能会接触。过来咧做乌山老水，乌山老水吼，台湾的迄个上大个便宜啦，叫嘉南便宜嘛吼。变成迄条嘉南便宜咧，互你看天产啦，不听要看天产无？一天也无落，你产都袂接触个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咧做咧乌山老水吼。变成足好个良田就对了。那八零年是日本人吼，啊日本人伊只注记就是毋是广有后注记后面内，所以内地不停个内地哦，哦台湾个瓜仔子生意人若去中国，伊拢讲米要讲米是来内地，无我就来封杀。这个台湾是大陆啊，台湾的内地是日本的，台湾那个中国中国就是日本嘛。在八十年以注记为内地啊，内，好，做清楚。当然是一七三年法国人所画台湾地图，为什么伊画安尼尔？因为清朝直接两百十二年嘛，即东半部所有的交叉处拢毋捌管过嘛，所以台湾毋是伊个啊，伊是来遮拓殖地啊，来遮吼把土地来遮讲掘一种菜园啊安尼啦，讲种安尼尔啦。今年伫一八九年马关条甲午战争迄年建书。规个台湾挂日本天皇，安怎挂？大清帝国的皇帝，甲大日本帝国皇帝所签的合约啊，甲台湾的周边群岛吼，甲澎湖永远割让给大日本帝国，就天皇陛下，好无？台湾周边群岛甲澎湖永远挂大日本帝国的天皇，所以是皇帝甲皇帝姓的。所以迄阵当然就变大陆的帝国天皇的帝皇，所以国民党拢学袂共骗吼，咧找无，拢简单些讲啊，清朝吼，甲台湾挂日本，啊日本地主车咧战败了，佫还佫倒来，拢用这个逻辑咧骗，唔对吼，一切拢爱移花条吼，咱来看，尤其是日本啊，伫台湾。建设真多，吼、哦！啊，伊各位都阁骗讲日本人有台湾人对无？为什么台湾人？因为呢，即东北部吼，东北部拢毋是，拢毋捌去看过吼。东北部毋捌去看过，即拢是高山族的吼，原住民部落一部落一部落，毋是一个国家。台湾古老即个毋是一个国家，所以伊嘛去日本人去迁到美国人啊，讲啊，到底来办？美国人讲你会使甲征服啊？土地怎是你？啊！你话部落吼，你会使甲征服，就甲家甲建互你管啦。啊，唔甲你管，你就用武力甲征服啦。是一年安尼小战尔，吼、哦！日本人开十几年时间，慢慢仔建，慢慢仔甲同化，慢慢告诉他们，还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即摆是日本人咧管啦。哦，啊，为人要哦，为人要规划，要规划，为人无爱，啊，无爱就小台。好，咱来看吼。日本人一直遮真是有建设台湾真多，啊建设了，佫实施方面吼，鼓励台湾人拢来改日本姓啊，讲日本话，吼、哦，因为日本国家咧管咧嘛，所以才会有法通交流吼。重点哦，就是1945年迄天啊，1945年4月初迄天哦，迄天呢，日本我伫台湾吼，落一个诏书，就是伫台湾实施。明治宪法，到对迄时候开始，台湾真正在正式成为日本天皇永远无爱到袂使挂念的了的土地啊，就是对迄刚开始。4月1日迄刚上着，就刚才我举个例子吼，男女朋友交往，男女朋友若交往一世人，你若无甲结婚无啥做，永远嘛是男女朋友尔尔。有一天，这女朋友若拄到较温柔的、较有钱的、较体贴的，会变心的。会结伴做伙会，所以就爱先结婚啦。结婚就一世人就是阿嬷嘛。日本天皇就是伫1945年吼，4月初伊才结婚实施明治宪法啦，就好像男女朋友结婚一样，足清楚。但这条国民党绝对袂有人知，哦，这条绝对袂有人知哦。迄阵已经成为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。而且1945年4月初，真简单哦。所以对伊刚开始呢，台湾就有
也在参政，也在参政里啊，买那个参战钱，就渐渐台湾变成架杠，在日本边啊，不是过去了，或者抢完啊，一九三五年以后，所以迄阵台湾人都有五个迄个众议员，三个参议员，都拢伫日本的国会咧开会。咱日本等于是共一个国家，伊到即摆无变吼，来。破坏第二条呢，讲本土台湾无政府，有清楚无？中华民国到了西方嘛，哪有政府？孙文啊，孙中山，伊是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，吼、哦，1912年，但是在1949年死亡了嘛，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掉了，所以就是隔几年啊，走路来日本川，也咧休转，伊讲啊。中华民国到去年1949年，终究随着中国的沦陷哦，已经灭亡了。老蒋在讲的，所以当然，中国中华民国，台湾无政府政策的啊，哦，你不能我哩破坏台湾无政府。第三条，本土台湾也阁生活在咧政治内阁，啊，这个内阁哦，讲了真好势哦。什么叫做内阁呢？内阁哦，唔是天堂啊，是地阁哦，就是爱念的。爱外咧，台湾人即摆就是行遮啦。台湾人爱一直爱经过国际法律吼来淬炼吼，也搁是政治上一直连接了迄个吼。若会清净，有可能就较好过。啊，若继续安尼戆戆吼，戆到袂晓白钱吼，有可能就地界无，有可能啦，哦，就是政治上的。因为第三条破坏就是安尼来拯救政治上的。每年吼、哦，拢有咧选举，大大小小选举，啊选举吼、哦，选赢选输，大家都有钱分，叫咧政治联姻，男女二斗。你有看这边民进党选赢，国民安尼，咱讲投机赢得的，因咱连续八年呢，啊拄啊，民进党拄啊上台无几工尔，一年就落雨，因偌水开始赢嘛，男女二斗，泼水下来啊，泼苦水啊，你啊看吼、哦。选举的制度设计才这么远去，每一票拢有30块分尔，参选人啦吼。所以这是顶一届吼，顶一届总统选举吼，马英九是689票，伊一票30块，所以伊会当领2亿块，好赚吼。马英九算两摆总统呢，啊两摆台北市长呢，所以马英九拿这条呢5亿块呢，嘿。啊顶一届蔡英文选输，差80万票，啊选输外去1毛钱分。分一亿80几万，难怪算出了轻轻松松会去坐四个人走，坐了一个去坐这个去旅游，有无？真轻松哦！算出伊嘛分10几万，这是个人的尔了。政党票一票200块，啊！你知这边这边卖一个算出来票偌济？这边算出来票是6894744，所以这边算出来两亿外。好、哦，国民一票300块，听得清楚。来，政党票一票50块，50块乘以4年，等于一票就是200块啦。所以顶一届的中国国民党吼，领11亿7千几万，11亿多。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领9亿多，台联的呢领2亿多，亲民党的1亿4千几万，绿党、新党。分了了，各位，你敢会知中华民国会下骹有登记有几个岛？我唔知无，大概几个岛？大概有几个？唔知就是有几个？268。嘿嘿嘿，遐个托要创啥？分钱啊？要造税金的啦？我会当做你啥物基金会啊？哦，类似。假借慈善机构，对无？啊，就当清钱去开，就是安尼。啊，选举加减选加减分，吼、哦。对，无错。啊，这边的负债遐侪，就是表示哦，伊要走，出动选好快，乌白飞，乌啦，乌钱要走，伊就乌钱嘛。所以即摆负债偌济，你知无？蔡文即摆换这个政权负债，25兆多，你记袂起？人要叫伊开，真简单，人民的那底啊，另外七个税金加大嘛，对好啊，对人民恶，
所以民进党执政里面的愈艰苦，愈惨。来，这第四条我讲，美国行政单位哦，是毋是爱主动、爱主动去关顾本土台？这个是美国大官，这个在我这场面，这是2004年，2014年哦，9月10日，咱台面就咧开大会，伫台北国际会议厅，哦，这种事哦，所以美国大官来参加咱的大会咧。也欢迎判官嘛吼，爱主动去协助原告，哦，这个呢是美国吼前司法部的检察副总长真大，带落去了，经过奥巴马任命吼，啊处理美国海外代志，所以既然讲是安尼，包括军方嘛同款吼，第二条判官，台湾目前一直咧在美国军事战当中啦，啊美国军事战啊，但是台湾并无看到美军呢，拢无看到阿斗海边海哦。袂使，所以乖乖爱派兵来徛一边。好、哦，美国军事政府呢，叫做 USMG 吼、哦、，USMG 在啦吼。咱来想一下后壁有写一排英文字头一字，头一句就是 USMG 这，哦啊第二句则 TCG， 啊咱来红色的车牌原顶个就是写 USMG， 啊下骹则写 TCG， 足清楚吼、哦。啊、哦，伊叫政府要来。要来执政权哦，美国军方政府嘛是依据国际法律、战争法，尤其是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参林志坚博士秘书长所讲的一模一样，一字都无错吼，就是依这国际法律。什么台湾政府吼，伊要清楚个怎样？过来嘞，一连串的新闻，台湾是自动在播啦吼。你来看吼，2020年吼，六月份，美国啊安排中国国民党。甲共产党和解啊！所以迄阵电视是伫吵吵闹闹，民进党是咧骂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。过去咱台咱查埔去做兵是是甲咱讲，我们唯一的敌人是共匪。啊，因即摆啉到酒都是中国军啊！啊，佫电视伊咧吵，一个发，一个发有无？当然是迄阵马英九为着要知影因要统一嘛，去参阿强阿强一个发。一个话内底有足侪物件，台湾人无人知嘞，吼、哦。台湾所以台湾的生意人吼，吃亏足多嘞，就是一个话扯落就违法啦。彼阵嘛闹真大，即台湾知，但是足侪台湾人看有，啊到底是咧乱啥？啊什么叫做一个话？足侪台湾人唔知嘞。啊？啊花语对，安尼讲啊，一个花语，反正就要花，即款扯落就花语吼。就是了，做个台湾，落尾愈来愈艰苦，赚袂着钱，啥物吼？啥物叫做中国？咱看吼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简称中华民国，系无？那中华民国简称中国，做清楚，伊拢家己人，啊，台湾啥货啊？台湾人敢要谈啊？就那么简单。啊，即摆全世界唯一的中国一中原则，中国。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吼，对。2009年4月17日，美国国会院判过了，当年在议会对习近平，就去日本找日本天皇呢。伊找天皇要做咩知无？炸钱，找日本天皇讲要台湾，要买台湾。啊，刚才是一日到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啊，即摆奈何提钱要买？唔是嘛，你真清楚嘛？我台湾够好骗，好骗哦，真好骗。哎，过来嘞，既然甲恢复免哦，目前伫台湾嘞，中国人爱倒去啊嘞，啊倒去要住倒，开始爱建设环境拼拼嘞啊，对无？建设金门马祖平衡岛啊，在伫2009年里底快速建设平衡岛啊，就是安尼，哦，啊平衡岛。建设了，开始好啊！5年前，走六年啊！即台湾，即海峡啊，走台就讲诶，足大台咧，一摆载300来个轿车呢，800人，即就是要撤退去啦。一台无够，搁第二台，即台咧，走台北港，两台，一工走了多少逝咧？即一逝点外钟尔咧，伊要撤退去啦吼。所以咱来看一下平安岛的建设哦，看我是难，简称难。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突出部，有126个岛屿和702座岩礁组成。
全区陆域总面积392.95平方公里，主岛海团岛面积324.13平方公里，总人口40万人。哦，四十万人。特殊和独特的海岛自然。啊，这么好，现在就是现在到了罢了。学院区开发建设，开展两岸交流合作先行先试，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地理区位特殊，平潭东临台湾海峡，与台湾新竹仅距68海里，是大陆距台湾最近的区域。随着平潭至台湾海上快速客运航线的开通，这里成为两岸往来便捷通道。交通条件便利，平潭高架大桥和福清渝西至平潭高速公路建成通道，彻底改变了平潭连接大陆依靠渡轮交通的历史。开发潜力较大，平潭主岛、海潭岛地形地貌以及比台湾其他多，可建设硬地比台湾其他多大概1.2倍大。作为待开发的海岛，建设发展空间较大，有利于高起点规划、高标准建设，旅游资源丰富。平潭拥有数十公里的。